仁武区乐林学习中心由关内国小承办。高雄乐林学习十周年了，台上热闹颁奖，台下各乐林学习中心搬出他们的特色。找相同的一对，相同的一对，哎，对。两张图卡密密麻麻，只有一对的图案是相同的，看似简单的游戏和互动其实不简单，可以减少老人痴呆，可以提升勇敢的那个，因为这个是你要把它讲出来，就要训练长辈的头脑的反应，还有他的口语的表达的能力。什么颜色都没关系，下面写都不要立前凹，长大点了就要防退化，还有这一招，手上的纸要做成一只鱼，融入当地渔业文化，还运动到指腹，刺激末梢神经。其实，在做很多细微的小动作，其实都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会是有加分的效果。带领学员将作品送给需要的弱势团体。十年有成，志工的付出功不可没。王美惠发挥编织专长，和学员一起制作帽子、围巾，把爱传出去。做围脖送安养中心，取它的谐音，然后围脖心意，关怀无限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如果你不再学习，你就不再进步，你脑部的活化就会停滞。乐林中心的活动让长辈可以学习，也让他们有机会交到好朋友，找回人生价值。戴秀云、潘真、简元吉，高雄报。